天桥人来来往往，所以我们刚刚拍了非常多次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有种下课然后要急着去哪里，总之就是出去玩的感觉，就是去呐喊吧，去站在天桥上呐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蹦蹦怪物新人，我是温妮，我是小魏，我是林依命，我是小 V 玉彩珍。来，我们今天呢来拍我们的第三支 MV， 那这首 MV 呢叫做Still love you， 依然爱着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我们蛮酷的，是因为我们这次的取景地点呢非常非常的特别，就是在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《灌篮高手》主题曲的取景地。三位有睡饱吗？三位有睡三小时。现在是几点？凌晨五点，早上五点，然后十二点就起来。你十一点就起来？十一点半。他十一点，我十二点，他一点。依照头发的长度决定起床的时间，因为我们今天因应《灌篮高手》，大家也知道，就是一定会有很青春的这个场景，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呢都穿上了制服，没错，是的，你不是说要跟我们出去玩？直接先擦了，先擦了，好，那先擦喽。喜欢穿制服吗？其实有点不方便，不方便，因为喜欢穿运动服。其实我觉得我蛮喜欢小 B 那一套，就是你知道，运动服，对对对对，而且还不能往他下面拍，下面拖鞋。因为我们刚刚去海边，所以其实就体验了海边的一些，就是你知道高校生的青春。对。说我们现在就是我的脚底很臭，踩到银杏就会很臭。银杏你们知道什么吗？是帮助记忆力变好的那个银杏。你们知道它如果是果实的时候踩到它，会像踩到狗大便一样很臭吗？我跟你说，现在脚底是你的脚底吧？我踩了五颗，我看超臭，敢不敢剪到手不酥的闻闻？我不要，剪了，剪到手哦，不，不，不，好好好。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我可以放过。哦，这眼睛会晒伤。好，大馒头，你真的后面大馒头，跟他自拍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脸看起来会比较小一点。啊，那你刚称呼他为大馒头，为什么还是吃的？你是小馒头，我是大馒头。大馒头 ，OK， 可以原地。旁边有迷你馒头。我们等一下要去下一个点吗？我们等一下吃饭，还是吃饭吗？应该吧，吃饭，耶。然后就睡觉。这是什么？的啊？真假？这是什么？那我把隐形眼镜哦。哎，很真实的反应，快点，很真实。因为我眼睛已经干到不行，我从昨天拍到现在。十一这里。眼睛干。而且重点是不拍的时候就还好。哎，什么？不拍就还好。那我们继续拍。拍的时候就那个就。我们真的假的收工了？应该吧。真的吗？你是骗我们的吗？你想让我们从天堂掉地狱吗？两个女子很真实的反应。他刚跟我说，因为隐形眼镜，然后就回去睡觉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看他，我看他没。啊，我还想去逛药妆店。哎，好啊。爽啊！又逛。哎，不是说好东京铁塔？今天录的这个特写真的太酷了。健身都没有那么喘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收工了，幸福来，真的吗？突然，收工，收工，你们今天收工？你没有骗我吧？没有骗你啊，你们你可以回去，你们先回去休息了。先去睡觉吧，先去睡觉吧。谢谢各位。真的真的。今天是拍摄的 day two。Yeah， 然后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就是看得到东京铁塔的地方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景非常非常的漂亮。
可是呢，你知道漂亮的地方呢？的背后拍出来其实总是非常非常的辛苦。对，没错，我们要走这个天桥，然后其实天桥人来来往往，所以我们刚刚拍了非常多次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有种下课，然后要急着去哪里，总之就是出去玩的感觉，就是去呐喊吧，去站在天桥上呐喊说，说老师为什么？李，你刚刚喊什么？我刚刚喊我要喝珍珠奶茶。对，他喝珍珠奶茶。咕咕嘎嘎，咕嘎嘎。哦，他是外星语，他把外星语带来了。是的，而且那种从楼梯上跑上来的感觉，就很像我们下课之后超开心，要约去吃刨冰之类的。哎，讲到吃，我们昨天收工之后去吃美食了。六，你吃什么？烧肉。哦，非常好，你们两个一起去吃。小 B 他们一起去吃烧肉，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吃拉面，然后问你说这边有超好吃的拉面。对，我个人很喜欢的一家拉面。对，就我觉得来日本的话，一定要吃拉面跟烧肉，所以我们两个都有吃到。没错，分组去吃，所以如果有更多好吃的，我们就一人去吃一种。对，或者是你有觉得来东京一定要有什么必吃的，也都欢迎留言给我们，对，好不好？虽然我们。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会再来，但是可以收藏起来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啊，那我们就往下一个景点去。而且泡面好好吃，对，很好，有些问题真的我们一天黑就收工了，对啊，在这里两次，两天都是，真好，而且早两天都吃得不错的。听说等一下要去吃烧肉，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假的？没有错。那我们还要录访问吗？可以先去吃吗？而且我们在这里的那个场地是非常非常算是有名的，很有名的景点吗？算景点吗？拍摄地点，很有名的拍摄地点，就是拍过的人有 AKB 跟。广末凉子，对，没错。哎，我们就是大牌明星用过的地方，然后我们现在怪物星人在这里用，怎么办啦、啊？就是我荣幸了，对啊，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首歌，对，帮我们多看 MV，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很开心。然后也谢谢就是这两天的那团队，所有的拍摄团队们，因为都辛苦了。然后我们在东京这样拍摄，其实很多蛮不容易的。然后大家就是蛮早就起来梳化。就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 MV， 拜拜喽，我们要去吃饭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。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